本期讲解一个快手虚拟资料掘金项目，空白的资料市场，直接去抄，不需要制作作品，直接拿来报。啊，这个项目在快手上还是要去做，但是快手平台目前流量还是非常可以的，基本上抄一个报一个。课程啊，教你直接去抄，不需要直接制作作品啊，直接拿来报文就可以。课程包括这个2023年的空白期项目介绍、养号啊，以及作品如何制作，以及人设的简单变现。一共是4节视频课，讲得非常清楚，跟着操作就可以了啊！大家看看视频也比较大，3-400兆啊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快手虚拟资料，或者是快手虚拟资料掘金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